迪森锅炉最新推出的高效冷凝锅炉，一举突破传统产品结构，有效减少污染排放，提高能量利用效率。迪森冷凝锅炉系列产品涵盖工业蒸汽、居民集中采暖、商业广场、五星级酒店等商业领域。迪森冷凝锅炉有冷凝锅炉本体、冷凝节能系统、控制系统、补水系统、蒸汽输出系统组成。冷凝锅炉运行原理，燃料空气通过燃烧供给系统经燃烧器混合喷入炉膛内，在波纹炉胆内呈微正压燃烧，产生的高温烟气经第一回程波纹炉胆和第二回程螺纹烟管充分换热后进入冷凝节能模块，烟气的余热被再次吸收利用，转变为锅炉的有效功率。锅炉里的水吸收热量后温度迅速升高，最终转化为饱和蒸汽，通过蒸汽输送系统分配到各个用户终端。独特的大燃烧式设计，采用波纹炉胆，增大炉膛辐射受热面积，结合迪森锅炉燃烧技术，减少氮氧化物排放，可低至30毫克每立方米以下。螺纹烟管工艺设计增加了传热效果，同时提高了锅炉热效率。采用迪森专利技术冷凝节能模块，通过对烟气热量的回收利用，至少有效节能10%到15%。锅炉排烟温度低于70度以下，使锅炉总热效率达到103%以上。冷凝节能模块采用耐腐蚀的 ND 钢材料制作，避免了烟气冷凝水对冷凝节能模块的腐蚀，保证了锅炉的使用寿命。迪森自主研发的智能控制系统操作简单方便，采用德国西门子 PLC 可编程模块，可实现锅炉系统自动运行，安全可靠。迪森锅炉还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模块化定制供热系统，快速安装应用，降低用户的投资成本，并率先将物联网技术应用于锅炉系统，形成了迪森锅炉独特的多维度智能化服务体系，为万千用户实现智能环保的热能解决方案，与用户共同分享环保节能成果，开创了绿色能源应用云时代。